香港人越来越注重健康，有本地浓缩中药配方火粒制造商，它的业务已经发展到内地和欧美各地。要发展跨境业务，除了产品要有质素，营运亦都要不断升级转型，更加要找到好的帮手处理资金往来。超过20年历史的培力龙本方，又会怎么选呢？